最近新闻最大的一条就是杨秀慧竟然跟白云两个人一人出一行，阴阳蒙蔽啦！哎呦，不要乱讲啦！哦，多了多了啦！这样子啊，其实哦，这个哦是有这个起承转合的啦，怎么起承转合？对啦，你们两个在一起哦，等于也是帮演艺圈除害啦！你要让我，你要知道我的感受。乖，好，你感受。我没有吃这么油的啦。我夸你几岁哈？我的演艺圈最大的库存哦，出去啊那张过得舒服啊嘛。好，看带来看看，哎，佩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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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这一对哦，哎，这俊男美女应该是真的吧？俊男美女，俊男美女 OK 啊？对啊，与上一组大意齐趣。哎，出现了，哎呦。啊，你们两个也是传得很凶啊！对，啊，你们就是网红为主嘛？我们一起拍网络剧，然后情侣系列的，对，就被很多人误会。那个荧幕情侣非常多。拍了之后，好像大家以为我们本来就是情侣，然后才拍的。哦，等于是假戏真做呢，有可能哦。其实等一下要说清楚了哦，也有可能是拍了之后才变情侣的啊。哦，邱泽跟徐伟宁拍一拍结婚，拍就在一起了。对，宇文来是中通道你也接啊？海产你把毁了去。宇文姐最近绯闻很多，自从你什么都哎，你在我心里扯不去啊。你在我心里面是很久的很玉女，很久的女神，真的以前是女神。哎，其实我们真的好到出很多问题。我现在好到跟她前夫在吵架，在吵什么？在吵孩子的监护权呢，你知道吗？他这张嘴，我告诉你，人到了中年就喜欢听小男生开心嘛，喜欢听讲这种屁话。他的手也很厉害啊，你怎么知道？他弹吉他，弹吉他，对，你看，刚刚两个人都喜欢胡说八道，对啊，正好都一起还蛮好。来，我们盖棉被纯聊天，直接，各位，二话不说。上床啦！真的，好了，先听上节，先听上节。你听一点，整个主持人都。工作人员先把它消毒一下吧。来了，疫情期间消毒一下。这男生呐。哦，男生。哦，不要吵。他们俩今天穿情侣装哎，对呀，是可以配好的哦。我跟你讲哦，我们两个还真的没有打电话问说你要穿什么颜色的衣服。一打开衣服，我看到他穿粉红色，默契太好。今天卡。来，这个新闻的始末，咱们细说从头，对不对？啊，怎么可能呢？哎，小蛋，你手举起来，你可能会看人家误会啦。手举高，好不好？来，两只手举高。跟你讲，阴阳蒙蔽人，两个来，好，身在外面了，在里面有点尴尬。对呀，终究今天让人家澄清嘛。对呀，来，啊，两个手看手来。牵起来，我怎么不夹去害你？夹去害，规天两个怎啊直直夹去，慢夹去。对啊，听吧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让他们自己来好好讲一下，不打扰你们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如果说今天是我们自己讲出来的，或者有人拍到，我们还可以说啊，这个是借位，这个是某一种角度，或怎么样，可能有这些问题不太好。但是你们自己发的 FBIG， 你这还能怪谁呢？他不可能是空穴来风嘛，对不对？夜郎哦，真是就拍球了，喝到底了，来喝到底呢？喝到底，啊，一起喝到底了。啊，我老公你来垦丁，我穿比基尼给你看呐，这样子。哎呦，你来我就穿比基尼啦。这时候在电话里面，我老公，那是在电话。呸！嘿，你讲呸啊！一跳起来都叫落去人嘞。我怎么会去想看嘛？你们就是说他只是口角春风啊？哎，对，互相开玩笑，互相开玩笑，对。都老朋友啊，哎，都规身躯死了，你又存起去吹啊！我讲，伊哦，这就是阮咧林秀玲甲网讲啊，对吼，我这人吼不能食言而肥，我说要穿比基尼给你看嘛，所以我就把衣服撩起来绑起来，也是睡衣，说到做到，给他看，这边，哇，太辣了吧！就手牵手，你看嘛，我是穿一个海滩裤跟 T 恤嘛，对啊，我们都洗完澡了。这个房间的后面那个纱窗的后面就是海，两位，哎，这个叫做居家。居家服，对，是不是居家服？还在那边海滩裤。对，我就跟他讲说，哎，干脆这样子啊，
拍完照不po也可惜，我现在来拍说我们两个在一起了。哦，啊，等一下半个钟头我们两个再拍一张说喝酒了，啊，我们在一起喝酒了啦。哎，谁知道喝下去就太嗨了啦，都没见，没见困天更了，我手机。好，休蛋。困天更，困天更，直接抓到，抓到就两个人先困到顶。丢，他睡他的，我睡我的，因为我喝懵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回到我的房间。你喝懵有回房间？有回房间吗？就在隔壁嘛。后来他就打电打来。好，我现在立刻快问快答，你立刻回答。好，好，来来来，你的房号几号？我被骗了。抓到了，哎，人家快问快答，立刻很讲出来。306，你这几号房？207，207，只有207。Exercise，清楚哎，清清楚楚。真正没记的啦，对啦。我不能记的呀。所以你是今宵酒醒何处就对了。我都不是去你的家酒啊！我回房间之后，他马上赖我，他说杨秋月，你过来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说嗯，我才不要过去嘞。史上最有名的一个偷拍照在香港发生，我讲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。这个一讲大家可能会知道，有一个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个女明星。然后他是因为在外面被人家偷拍了，他确实在做这件事情，不好的，全身裸照或干嘛，没有拍到那个男的。然后他们当天晚上知道这个事，因为香港就那么小嘛，结果被逮到之后，你知道这女艺人他们公司做了一个什么事？还蛮聪明，什么什么？他宣布明天要发写真集。哦，拍写真集能有多快？比如你现在你就脱脱光了以后，我就拍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我拍完之后立刻送去要印刷，印刷多快？你知道三天之内就可以上就发布了。结果狗仔队掌握这些照片以后，是他们就紧急讨论我们要不要帮他宣传。哦，结果就因为这样，然后狗仔队就不敢报。对，然后他们宣布要自己要发写真集的，后来又重拍，慢慢拍，因为已经宣布出去了。哦，所以一定要有个东西出来了。他不厉害就慢慢拍了嘛。对，这个就是干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等于是声东击西。哦，他第一个，你爆出来的话，我的裸体通通被看光了。不如对啊，不如我就出写真集。对呀，两个人可能在我们已经在一起。纸包不住火，好啊！海巡队也拍到，那不然就，那不然就对不对？哦，所以他们在海边有做那个事，被海巡署拍到，已经拍到，被海巡署拍到。据海巡署所说，杨秀慧小姐当天有丢刷。那为什么海巡署又有一个分手照呢？这个就是当时呢，我们赶快直播嘛。我直播，然后呢，我们就要理性和平分手嘛。好像台湾龙卷风。分手。后来呢，海巡署把他拿去，是因为他很正面。对，因为呢，很多人呢，如果男女之间分手之后呢，都是跳海啊，想不开，想不开，对，想不开。然后他们海巡署，海边都爱去打捞回来，无微不微的。对，因为他们都很忙，所以他用我们两个当范本了。对了，海巡署各点开，对，连这警广嘛用出来。警广，爱护自己，珍惜生命。黑啦黑啦黑啦，这是警戒啊，不干的。黑啦，他们变正面的了。所以这件事情呢，就是说也变成社会教化作用了。对对，网友就有些疑问就出来。对，好多疑问哦。我们的问题是什么？对，那网友他们的这个众口能铄金，对不对？三人能成虎嘛？对，对，来听听看网友提问。来，第一题，第一条，我们看一下这边啊，第一条，想问秀慧姐，《情定北海岸》男主角床上功夫如何？好来，没有没讲啦，我都不用回我的生意好不好啦？好小，你这一句话讲的最诚恳，真的是好小，真的没有用过，真的啦，用过态度不是这样了。但是啊，但是态度不是他一直啊，一直这么吹嘘了。他一直还是一直吹，一直在那边吹嘘说他有多厉害，多厉害。我告诉你啦，他这个人哈，他说不要就是要。无情的喇叭声音。我台币，我
台币啊，依兰霞，依兰霞，依兰霞，真紧嘞。啊，所以伊哦，伊讲伊袂介意我啦，哦，伊讲伊绝对袂介意我，但是我咧讲，伊若手若啉落去，伊就那讲。一定打电话，伊若打电话，我就是一定啉酒自杀。喂，杨秀慧，我跟你讲，我有一天一定要甲你死啦！我讲真的，我不要讲出来了。白宇哥，你是喝多少？你到底是喝多少？你就知道我喝有多醉了。假酒，秀慧姐能得好相处、好人缘，圈内所有人都知道。的，但是吼，人酒了啉落去吼，就变了另外一个人。有可能。听说还会骑在白云身上，毛手毛脚。我跟你讲，你真正啦，白哥要控诉了。你真正，你竟然跳出来讲话就对。我讲，你吼酒了啉落吼，这个不行。都跳起来，我双腿上面哦。哎呦，啊你看，啊都给他抛咧，啊都讲，啊都给他撸啊那个说来说。难怪你喝醉，你会对秀慧姐讲，就是我的生气啊，是不是？不是的，那你看，哎，什么事情一定要做到当下？要求要火车便当哎。哦，这个母汤腰力不好的，你能火车便当吗？因为每次我喝酒哦，我看到他就不是人的相貌，是什么样貌？我看你跟他低啦，啊，是个油啦，跟他告啦，痛呀，跟我的坐骑，畜生就坐骑，想要上去，嘿，我就想捏他的脸，我这样想蹂躏他，这好啊好啊，都好得好啊，哎呦哎呦哎呦，请高桥哦，都好得好啊。哎呦，那是打是情骂杀哎！阿爸，那爱着够怕死啊！你知道？两位有考虑啊？无归去个到顶去站嘛？对啊，气话嘛！我已经这连考虑都不用考虑了。对啊，为什么？宪哥，我尊敬他，尊敬到很像我的爸爸。有尊敬，哎，尊敬，因为他的面容嘛，你看我大他五岁，他看起来好像我阿公，有没有？哦，你阿你公有他结婚啦，给给做恁阿姑的，好嘛？我这冰淇属于好呆啦。冰冰姐就说，如果说你们两个到顶结婚的话，他红包要包的比我包的还大啊！对，真的，真的，对呀，对呀。我跟你讲，现在话我就摆在这边，所以我要拱那个冰姐那一包，冰姐那一包一定大包的，抛砖引玉，他又很慷慨，是不是？你们两位如果结婚，120万，哇，120万，太大包了吧？摊起来，摊起来，啊，赶快来，要在我面前做一次，我确实。假结婚要确实，哎，看两个哪里人哦，哎嘛趣味呢，什么画面？网友提问，下一题。秀慧姐曾经说过，两个人脱光光会笑到天亮，哦，会笑到天光。但是事实上，如果只剩下一朵白云，你会认真考虑吗？查甫拢死啊，查甫拢死了了，无半个人。如果都没有了，剩一个啦，剩一个，剩一尊啦。安尼，我今日来录电火条，录个破皮，生汤生汤生汤补啦，我都无。但是等一下，秀姐，一拜了后可以吗？一拜了后，就是因为我惊伊今日要用一拜，我就不爱啊。我要用就一个。这个答案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？对啊，那已经是让我们更陷入十里迷雾了。对，最佳荧幕情侣就好。白云，你个人真的觉得两个人合体现在哇，通告满档，通告很满，哦，那个贴文几十万赞哎。对啊，大家都 follow。第一个就是来咱今麦接的节目，啊，第一个献给大家，第一个了，一定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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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个人怎么看呢？刚问女方，现在男方，我们现在啊，就。通告很多嘛，代言也有，对啊，对对对啊！但是呢，你若讲我的心情，讲伊讲干嘛去录条录个派去，啊，我嘛我会讲啊，你讲你讲，你讲你讲，有人讲就讲那要拍杨秀爱安那拍你知无？请起来，请起来，嘿！你甲看，几条鱼啊？我几条鱼？你当作我是你别孤单个，我这个孤单才孤单啊呢，嘿啊，五十多年的孤单啊呢，所以阮两个吼，仅次于到。非常好的闺蜜、好朋友。对，啊，你讲进一步的时，其实两个无感觉啦，对啦，无感觉啦，迄个感觉吼，嘿，无多。有达以上啦，有达以上啦，恋人没有恋人啦，好啦，嘿啦，他要喝酒才对我有感觉。今天在我喝酒面前讲了这么多，有个哦，我们澄清我们干嘛？对，你就不要突然间有一天说啊，我们真的在一起了，那就对。好，你我上家，我吼，我是我跟小万不用讲太满，对，有时候无锡啊，我们。
们喝醉，然后嗯，气一败，嗯，美败呢？美败，真正美败。这有种墨菲定律，我真惊啊！真的啊，对对。愈惊发生的代志，愈会发生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伊稳当当啊！你来看，伊真正要嫁哦，点到一天吗？我跟你讲哦，如果两个后来突然间在一起，对呀，你们就这样，我120万红包嘛，你们就60万。拿出来做公益，没有问题，那也是好事，好吧？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两个人没可能了，不可能了，不可能，也不可能在一起的，所以120万拿不到啊。不，120万嘛，那你如果在一起就给60万。哎啦，这爱这啊 ，O 不 OK？ 哎啦，这一点 OK 啊，我觉得是好的。观众朋友有一个清楚嘛，对呀，要不然就来骗通告，对不对？对呀，然后骗大家的赞，通告费用那么贵，骗留言，我海边的，我经常 UQ 的人，点赞那种二十万赞。我改变依赖一下。谢谢两位，谢谢啦，旁边这个，那个好自为之啦，好。